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嘿，hey, 和你最会来开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给《给大给的波段转世界》哈。诶、呃，台北股市今天啊，诶、呃，再跌哈，跌幅也不小。 今天啊，跌了一百二十四点，今天的收盘是一万三千三百点，一三三零零，哈，呃，新高佣萎缩到只有一千六百七十七亿，一六七七。今天啊，三大法人啊，自营商卖超了二十点九亿，投信买超十二点四亿。 外资卖超九十三点七三亿，所以呢，三大法人总共是卖超了一百零二亿。好、哦，诶、欸，给那个啊，继续啦，盘中哈，诶、哦欸，这个指数一度是翻红的，冲上了一万三千四百四十点。啊、呃，可是呢，全指股哈、哦、卖压还是蛮大的。 诶、哎，电子股给人给跌了百分之一点零五，金融股跌了百分之一点五五，啊，只有航运股跟塑胶股啊不错啊，航运股涨了百分之二点零八，塑胶股涨了百分之零点二二。那么，诶、哎，万海收七十块三啊，涨了五趴多，阳明涨了三趴多，长荣也涨了两趴多啊。 那为什么啊、呃、这个塑胶股上涨呢？哈，因为啊、呃、OPEC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啊，诶、欸、考虑每天减产一百万桶，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好、喔，所以塑化股相对抗跌。那国际油价，北海布伦特原油涨到了诶八十七块。欸 九毛四，好，西德州西德州中级原油也涨了百分之三点三，来到八十二块一。好，那诶，这个啊、呃，虽然今天台北股市啊、哦，这个刚刚讲外资是卖超了九十三亿，那诶，台币是贬的，是没有错哦，但是今天台台币的贬幅啊，相当吓人。 今天台币贬了一点二五角，收盘是一颗美金一涨也三十一点八六八的台币，好、哦，那么剩下不到一毛四就破三十二了。而且外汇台北外汇市场的成交量只有八点二五亿的美金，好、哦，这个金额很小，可是台币大贬，就表示什么？ 贬值的压力很大，金价无介多？吼、哦，这个都该扭过啊。啊、呃，今天的 OTC 也跌，哈、哦，今天 OTC 啊跌了百分之零点六，跌了一点。那么今天 OTC 的成交量四百九十六亿，所以四百九十六亿加一千六百七十亿，其实大概两千亿、两千一百亿左右，好、哦。 那这个量比全盛时期啊，诶、欸，四分之一都不到。好，后，那另外啊、呃，我们来看这个，因为日币啊还在贬，所以啊、呃，日本的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今天啊在内阁会议之后开了记者会，一共日本啊，诶、欸，准备你必要的时间 要对汇率的过度波动采取行动，那这个话其实就是暗示日本政府打算干预日元的贬势。换句话说，日元啊、呃，再贬的空间可能不是那么大了哈。后、哦哦、那诶，讲到日元，很多人呢、啊、正在准备啊、呃，这个出国旅游哦，因为十月十三。 诶今天啊，这个苏贞昌行政院长已经这个宣布说，十月十三将进入国境解封的第二阶段，好、哦，也就是要开放观光团来出境跟入境啊、哦，外国的团会当来台湾佚佗啊，台湾的团旅行社一当组团去海外佚佗了。 啊，这好消息啊！因为啊，很多行业因此可以啊，这个久旱逢甘霖啊。哈。过去三年啊，疫情和经济行业实在讲是五告信号哈。那呃，十月十三哈，所以还有十天的时间，所以经济人应该利用，应该能利用这个日票啊啊，这个很便宜的时候，那么去买了日币啊。 那所以啊、呃，这个好像大概就是到一四五了哈，要在贬日本政府好像也不太允许了哈、哦。好，那呃，所以你那是今麦去日本，其实邓爱已经都免隔离啊，哦，因为十月十三邓爱料都没免隔离啊，哈、哦。好，那么呃，今天的疫情，诶、欸，确诊数是三万三千三百七十七。 这确诊数其实大家也不是那么在乎了哈，不过今天这个数数量也不准了哈，因今天拜一嘛，拜啊金杰郎啊礼拜天哈都不去补，那今天啊三十八个人啊、呃、增加三十八个人死亡，七十四个人中重症啊，好再讲一次这个数字不准啊，因为要到明天呢、啊，哎礼拜二数字才会比较准，好、哦、那。 诶、欸，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啊选举啊，诶、欸，这个大家拢挺关心嘛。我看今天今年啊，很多地方是好像是五五坡，战得非常的激烈。比方说宜兰哈、啊，宜兰也战成五五坡。然后啊台北市哈、啊，基本上啊陈时中跟蒋万安也是。 大概差不多平分秋色啊、哦，呃，三面两位赢，三面两位输好，刚才要个看不出来。那啊、呃，头红嘛，谁呢？好，头红。诶、欸，这个桃园民进党的啊，市长诶，参、呃、选人郑运鹏，给内功。贵体一个半月以来啊，因为林志坚啊退选以后，他被党啊征召啊。 会去较高方位，团队啊已经成功的把民调的支持度从一开始些微的落后，那么慢慢的追平，现在甚至已经可以看到多数的民调郑运鹏是领先的，但是他希望很快全面的拉开差距，以赢得。 最后的胜利，好，诶，这个啊、呃，算计起来呢，哈、哦，啊，桃红，今麦看起来是一半一半，好，我认为胜面稍微大一些了，好、哦，郑云鹏稍微大一些，好、哦，赢面，你台北区啊，陈世忠的赢面也不也是，我感觉至少有,有一半。 讲那有人按你讲哈，就讲那是台民进党压台北市，大概就没有算输了。好、哦，不管其他的怎么样，好、哦，这也是事实。因为啊、呃，台北市是首都，好、哦，首都非常的重要。啊，你讲贵旗啊，这里、個、柯文哲好、哦、一直就是跟民进党对干。好、哦，好，那呃另外一个地方叫新竹市啊。哦 新竹市啊，诶，今天啊，有一个叫做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公布了最新的民调，哦，沈惠红三十点四，啊，这个第一名，民众党的高红安二十七点三，第二名，第三名是国民党的林更仁，啊，十七点九，哦，第三名。 那，呃，这个中华亚太经济交流协会啊，跟沈慧红呀高红安是三点一趴，但三点一趴几乎就是误差范围，然后所以两边算焦灼啊。不过高红安又跌下来，那但是中华亚太经济交流协会，我感觉以小啊怕偏绿哈啊、哦呃，所以我觉得现在。 沈惠荣跟高红安应该是打平，好打平，所以沈惠荣还是有机会的，好。那呃，这个高红安呢、啊，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战学历，我认为啊、呃，受伤蛮大的，因为这个民调里面说我想的人啊，感觉高红安那个代志，他们是啊、呃、不同意，哈，让他这么骄傲，哈、呃。 讲我是北一年的，我是这个啊师大的榜首啊，我更不也去读台大啊、哦，我才啊、哦、不会去去去啊弄那个什么中华大学啊夜间部的学历哈，也也也去考那个林志坚呐吼。诶、哦，丘、欸、朗中华大学夜间部个丘朗世界高中，所以金节人认为讲伊实在是真骄傲啦吼、哦。那今天呢、啊？ 其实，政治到了还是谈到高洪安。高洪安啊，撸来撸里破，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面试郭台铭》。哈、哦，哎呀，迄、那个家己破哈、哦、破，噶实在是真侪人看袂落，真侪外来评论讲伊是来碰红追碰红鸡啊啦，哈、哦，就捧红的啦。啊，但是你知影吼、哦，捧红追鸡就太无霸嘛、哦，好，那、欸、另外呢，我们啊、呃，再来看、哦 这个今天呢、啊、也有一个民调是中天新闻做的，好、哦，诶，这已经做噶两千公里悉尼总统大选哈，诶、哦，民调，那么啊，立、呃、国民党嘅部分哈、哦，第一名是侯友谊五十点二，第二名是朱立伦十四点二，第三名是韩国语只有八点八，好、哦，五十。 十四跟八，恭喜来哈、哦！中中天新闻做的这个民调，让朱立伦啊距离侯友谊太遥远了啊、哦！一个做侯友谊五十，朱立伦十四，我若是朱立伦，我看了会足生气足呷醋哈。那安尼要安怎？难道未来因为伊足想要选总统啊？是不是会叫侯友谊退去？我我诶判断朱立伦若不甲贵诶，这是。 啊、呃，不合常理哈、哦。那所以啊、呃，这个林家龙啊才说，哎呦，哎、欸，而且那个民调里面有四成的人认为，啊、呃，侯友谊一定会去选总统。换句话说，以基本的算计啊，做不完久，伊就会去选总统啊，因为超算是没你嘛。所以呢，他做不做不满一年就会他就会辞，做不满一年就辞的意思是。 啊，新北市一定爱改选，哦，要补选。那那安尼，你是真偷借金融会人民啊，开这多钱选举吗？的意思，你含对新北市民的做满四年的承诺，你都唔敢哦。所以林佳龙讲好啦，送伊去互伊卖屌啦，互伊去选总统啊，屌互林佳龙做哦。那小英啊，已经是第。 被贬去甲林佳龙啊，胡选，所以其实也不要小看林佳龙啊。林佳龙的民调就无悬，但是那游戏坤讲的，伊顶一届啊选啊，这个新北市长，我记得是二零一四年，迄年啊，伊讲伊个经选举的前五刚吼、啊，他还落后对手二十趴民调。 结果算出来，伊跟他输朱立伦两万几票尔，哦，差一点点就就赢朱立伦了。所以民调那会准哦。那郑文灿讲的，伊迄阵要选通事长，吼、哦，某一个通牌的报纸甲做工伊啊，吼、哦，二十比五十二，二十比五十二，结果投出来郑文灿赢，哈、哦，郑文灿赢。所以呢，啊，民调吼、哦，看看就好啦，吼、哦。 那刚刚讲的是国民党的侯友谊遥遥领先，好、哦，那民进党呢？好、哦，民进党第一名是赖清德，好、哦，五十四点四，陈建仁啊，前副总统九点七，郑文灿七点九，啊，五十四对九对七，换句话说，哎即嘛民进党啊，诶，唔是公平样。 人在柏林，朗你跨绿营赖清德是一枝独秀、哦、那、呃、这个赖清德上次的这个啊，四个不同意的名的这个啊公投公起来，他非常的卖力啊一、哦、跟他到处去演讲啊，去这个说明都卡霸规定嘛。那这一次啊，我看啊。呃 九合一的选举，赖清德也是非常的卖力，哈、哦。我想，伊嘛需要更多大家对伊的信任了，哈、哦。那所以，如果把这个中天新闻啊，把赖清德、侯友谊啊、柯文哲放在一起啊做民调，跟那些因伤癌三中痛，那么分别得到的支持是赖清德第一名，二十九点九啊个百分点。 侯友谊二十七点三，柯文哲二十点九，所以柯文哲二十一趴，那赖赖清德三十趴，侯友谊十七趴，大概是这样。那所以看起来啦，吼，真正雷酸总统，看起来赖、哦欸、清德啊选上总统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哈、哦欸，来关心 t i 哈，这归刚啊，欸、所谓的秋老虎，好、哦。 啊，即、呃这个今仔日啦，明仔载啦，吼、哦、依然是多云到晴啊，高温拢会高加三十五六度，正热啦，哦，昨啊，转台湾啊、呃，上悬诶温度是伫高雄，哈、哦，高雄有三十七度一，啊，起码已经十个月呢，哦，好，即、这个今仔日拜日吼、哦，拜三啊，在今年的第一道。 东北季风会啊南下，告西尊哈、啊、拜三哈啊台北区、新北区、基隆、宜兰哈、啊、的高温会骤降，接近十度。好、啊，天气的转变啊是变成多云、短暂雨。东北季风哈、啊、会持续影响到国庆的三天连假结束。好、啊。 十月七、八、十月七、九、七十，哦、所以这三公啊，天气应该都不只啊凉那中南部呢，未来一日摆拢是多云到晴、哦，拜三开始，欸、几度？哦、来给大家报告、哦欸、这几天啊，都三十五六度嘛、哦，那拜三开始，高温剩下三十度或三十一度，低温只有二十二三度，哦 诶，二十二三度实在是有够松快的天气了吼，不过秋天来了啊、呃，慢慢的天气会越来越舒服吼、哦，本来咱个讲伊啥，讲伊讲哇，这热天热翕翕，诶，电唔够用无？吼、哦，哈。好仔到目前整个状况都不错哈。即今天嘛，要感谢所有的人的配合加诶、欸、这个台电呐吼、哦，他们啊也很辛苦。 后，那他来看这里、个、啊、呃，俄乌战争哈，因为诶、呃，中欧啊跟东欧哈、哦、有九个北大西洋工委组织的会员国诶，总统好、哦，那么今天啊，共同宣布九个国家的总统宣布，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啊这个并吞乌克兰的领土啊。哦 而且他们支持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会组织。好，这个这九个国家有谁呢？有捷克啊，捷克今马、哈兰关系加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啊，立陶宛现在跟台湾也很好。还有一个叫蒙特尼哥罗，还有一国是北马其顿，还有一国是波兰啊，另外一国是罗马尼亚，还有一。 最后一个是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现在跟我们很好，波兰跟我们也不错哈。呃、哦欸，大部分啊几乎都是跟俄国邻相邻的国家啦。好、哦、啊，土地都有接壤哈、哦。但是啊、呃，跟俄国啊，呃、欸，有接呃，跟乌克兰有这一个啊，跟、呃、跟这个俄国有接壤的匈牙利，好、哦。 并不在联合声明上，因为他匈牙利的总理叫奥班，这个奥班是个民族主义者，哦，以他们普丁加后。那，呃、欸，虽然有高纬国家支持乌克兰加入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起码有三十个啊国家啊会员，所以你要加入，要每一个国家都同意啊，所以啊，米国跟英国。 看起来他们说这以后再说的意思，就是让你碰软钉子，因为他们知道现在这样会刺激恶国。哈、哦，好，那、呃、美国啊，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叫做裴卓斯。哈、哦，因为我啊、呃、上个礼拜访问的是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庞培欧，他也是前国务卿。哈、哦，美国中央情报局很重要也很大了。哈、哦。 那这个裴卓斯啊，他今天警告，一公，如果普京啊在乌克兰敢动用核子武器，那美国跟盟邦就会把在乌克兰的俄军跟装备全部加以摧毁。好、哦，裴卓斯啊是啊，现在是退役的陆军啊四星上将。 上将三星也是上将啊，四星这个比三星还大哈，虽然都是叫上将。那这裴州斯啊，他是在美国 A B C 啊，美国国家啊、呃、广播公司这个受访，他说，他们呢、啊、会除掉哈、啊，在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战场上所有可以看到跟识别的俄罗斯的常规部队，黑海的。 啊，上面的每一艘战舰全部加以摧毁。啊、哦，呃、欸，这个按照今天啊，这个美国媒体哈、啊《新闻周刊》的披露，一共啊，美国啊，因为啊，这个普京有威胁说，他们打算动用核子武器。啊、哦，那俄二国动用核子武器这事情还得了啊？哦、那美国。 如果俄国真的这么做，美国要怎么应应呢？啊、哦，按照美国新闻周刊说的，说美国的军方正在或者是计划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喝阻俄罗斯。好、哦，那其中啊最极端的啊、哦、的一个行动啊、哦，叫做要直接啊、呃、到克里姆林宫。 的核心区对普京实施斩首行动，好、哦，美国讲这是上届极端的啦，好、哦，诶，但是不排除，啊、呃，这个新闻周刊、啊、引述军方的消息说，华府啊考虑在普京使用核子武器的情况下，对普京展开不同的反制措施，啊、哦，那么诶。 美国倾向于说，虽然对方用核武，但美国依然不使用核武。好、哦，那不使用核武要怎么办？好、哦，一共要移动潜艇跟 B 五十二轰炸机。好、哦，其中啊有一个叫做斩首普丁。好、哦，这是最激进的做法。有没有办法？美国有没有办法斩首普丁？当然有办法、啊。好、哦，你也看他在这个狙杀。 宾拉登啊，那些恐怖分子，你就可以想见，美国用无人机真的可以打掉他想打掉的人啊。只是打掉人以后所造成的国际情势的混乱跟动荡，有时候也不是美国所乐见。不是被港台的港台嘛？哈、哦。那么啊、呃，这个他们说啊，好、哦，俄国先动用核武，美国也不会好、哦，也不会用核武。 除非了哈、哦，美国受到全面性的核武攻击，好、哦，否则拜登不会按下核武的按钮。可是呢，呃、欸，除了斩首普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俄罗斯。好、哦，很多了哈、哦，他们啊、呃、想的这个方案很多。那么，俄国啊，如果用核子武器，美国。 说核主武器啊，现在大家是越做越小，啊、哦，像美军啊，新式的这个啊低当量的三叉戟核子弹头，现在已经都部署在潜舰发射的这个啊弹道导弹上面，哦、那这个啊就主要是啊核主俄罗斯，哦、好哇，这个斩首如果真斩首的话，那不得了了哈。哦 好，那啊、呃、讲到乌克兰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他啊向泽伦斯基说，日本不会承认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领土，而日本啊，官方长官今天说，日本打算啊、哦、重新开啊派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大使馆，以利两国密切沟通。 这乌克兰他们俄国是敌人，诶，其实日本跟俄国也是敌人啊！哈，因为啊、呃，这个俄国在日本北海道的北方有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哦，都理解不能门槛靠你啊，但是挂挂未走，我倒一，好，好，其实以前呢，我们啊、呃，这个都讲库页岛，库页岛以前有一半也是日本的。 只是后来啊，呃，这个被啊、呃、日本战败后又被俄国抢回去，好、哦，所以上面其实住了一些日本人哈、哦。呃，中国叫库页岛，日本其实称呼他为华太岛，好、哦，华太华树的华，那、呃、这个太太的太，华太岛。后那给、呃、今日阿哥有的消息是安尼哈。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史托唐伯格，乙公啊，呃、欸，俄罗斯啊收复了啊已经被俄国所占领的啊一个东部重镇叫利曼，这代表乌克兰呐、啊、有能力、有勇气配合西方的武器，啊能够击退俄军，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哦，今天啊。 乌克兰的军队在南部已经传出了捷报啊、哦！哪些呢？呃，乌军啊，不，乌克兰军队不止在利曼传捷报，利曼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铁路运输的枢纽，一个重镇啊、哦。好，他另外呢，乌克兰军队也在克松解放了啊阿尔汉。 格利西克，还有米罗、刘比夫卡两个村落，啊，另外呢，啊，按照乌克兰国际传真社的报道，乌克兰也收复了顿内茨克州的一个村落，叫托斯克，啊，啊，不止这样，英国《卫报》还报道，乌克兰军队现在也拿下了毕涅伯河附近的村落，叫做。 诶，佐洛塔巴尔啊，对不起，佐洛卡巴诶巴尔卡，好、哦，这个好，卡难念、啊。那啊，有一个英文季刊，它是独立的啊，叫做《乌克兰商业》，也发文说，俄罗斯在克松前线已经溃败，两万五千个俄军现在被困在地涅伯河的右岸啊，而跨河的桥梁。 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没有办法支撑军用车辆啊、哦，所以啊、呃，这个乌克兰正在一步一步反攻啊、哦。那啊、呃，按照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说啊，诶、呃，这个他不认为啊、哦，中国会立即进犯台湾啊、哦，他。 他说：“中国正试图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活动，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常态。例如啊，一警龙公啥，呃、欸，这个维持现状，现状不能被改变，所以阿姜也起试图改变现状。这就美美国的观察是说，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常态。好、哦，那什么叫新常态呢？一共啊，美国看到因啊飞机。” 多次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数量啊，随、哦、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哦、所以 Vigo 啊必须要派啊这个啊更多的海面船舰来行使啊国际自由航行权、哦、啊，好，以美国国部长的判断是中国不会立即进犯台湾，他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啊、哦，但是他想建立一种新常态，给 又阁有二十二家战机，哈，来侵扰乱台湾。那这个今天啊，这个有一个知名的学者，叫英国的前外交要做外交官，叫做巴顿。这个巴顿呢、啊，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写文章，以公啊，西方各国应该提醒习近平，啊入侵台湾或者封锁台湾，将遭遇严重的制裁。 而且会危及到习近平的政权，而全球的经济也会崩溃啊、哦！那么崩溃的，尤其中国受创更深，将面临资源供应链零件的枯竭断裂。那么经济崩溃所引发的贫困跟绝望，将导致中国内部的抗议跟社会的动乱啊、哦！巴顿说，最近啊，作企业拢个蒙到公。 到底中国也怕台湾不？那他的答案是极不可能，仍然极不可能、哦。他说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全球经济跟政治的超级灾难，而且中国这样的冒险将会危及到习近平的中国梦。哦、那中国啊，他判断中国不敢入侵台湾，另外一个因素啊、哦、是经济，怎么说呢？哦 因为跟台积电有关，好，好，那么刚刚讲到英国这个前外交官叫做巴顿啊，他英文叫做 Charles p a t t o n 哈、啊，他呃说中国既不可能打攻打台湾哈、啊，另外一个因素是经济，以供中国对外国半导体的依赖可能会持续十年甚至更长，而台湾呢又掌控全球先进半导体的制成，哦、啊。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已经表明，没有人能靠武力控制台积电。啊，如果这样的威吓还不足以阻止中国泛台的野心，他说：“中国每年啊，对台湾进口了超过两千亿美金，这是啊，中国啊，出口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消失了，啊，北京的出口将暴跌。” 好几兆的美金，来自其他国家贸易跟投资也会枯竭，运输保险成本也同步飙升。哦，巴顿说，中共不太听得懂外国人说的话，因此一定要让习近平知道，制裁一定会发生。不仅民间媒体、议员对中国产品都会自发性抵制，那美国呢？ 就会领导盟邦对中国实施严重的制裁，啊，那么所以啊，中国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飙升了百分之二十，未来啊，它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好，这是巴顿的分析，一共阿姜的呀，莫都怕台湾了哈、哦。那呃，德国国会有台小组，总共有六个人。 诶、哎，主席，这次来的主席叫威尔许啊、哦，他今天啊见了，他们今天见了这个小英总统啊、哦。那小英总统公啊，台诶、哎，对不起，德国的这个威尔许议国议员说，台湾人应该很骄傲台湾的民主发展啊、哦。他说，德国国会在不同的啊这个的条件跟不同的讨论中都提到，如果台湾受到了。 武力威吓威胁，德国将会勇敢的站出来协助台湾，支援台湾。哦，这个很重要。好，这个就是台湾问题国际化。你看，今毛他们德国都叫你啊啊，这里关心。哈，这过去很少见吧？哈，好，那呃，这个我们看一个财经新闻。哈，这个这是未来趋势了。哈，因为。 你知道，全现在大家很多人买电动车啊啊，最畅销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啊，诶、呃，九月三十号在加州啊办了一个叫做“人工智慧日”的活动。那全场最大的亮亮点是，他们展现展示了人形的机器人，哈、啊。 像安两支脚，有两支手，有一粒头，有身躯、哦，人形机器人。他们啊，把它啊、呃，这个命名叫做 Optimus。Optimus，那这个 Optimus 呢，能够在台上这这个行走，而且能够跟大家说再见，挥挥手，好、哦。诶，按照。 啊，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预期，啊，沙尼吉狗尼这种啊机器人就可以量产了，啊，那量产的、哎、数量高达几百万组，而且售价会低于两万美金，也就是不到六十四万台币，比其、啊、他卡小，好，一共啊，其实是讲。 你台顶因无爱互伊表现太济，惊伊伊摔倒去。但是私底下，他可以已经可以帮植物浇水。他可以拿起箱子，在工厂里面啊、呃、扛起钢钢筋。另外，吼、哦，伊有法度甲一台钢琴，两百七十四公分啊、呃，有五百公斤的钢琴，家举起来，吼、哦，力大无穷啊。而且，Optimus。Optim us, 拥有对话能力，因为有植入芯片，所以呢，你猎当还没开干。哦，安尼唔得，那真人赶快呢？哦，那马斯克说啊，诶、欸，这个 Optimus 哈、哦，未来哈，会当你工厂搬物件啦，会当做一挂啥危险的工具啊，因为危险的工具让人类去做，所以会可能会危及生命嘛。 好，你、哦、而且哦，即马已经我都用这个啥，诶、欸，罗赖吧，好、哦，去转螺丝，好、哦，一当佮锁到锁伫车顶啊。伊讲未来，哈、哦，这样的机器人可以给家庭用，好、哦，也替你做暗灯，会替你啊家后院的草坪，会当教过咱的时多长辈，哦，那么甚至，呵呵 可以成为人类的性伴侣，哎，他是机器人呢，哦，我我想他应该会有特殊的设计了哦。那么，一工啊，Optimus 在五到十年内会变得很了不起，势必会震撼人心哦，而且，义人形机器人的销路销售，未来一定会赢过。 电动车，嘿嘿，那安尼咱都不惊伊未来长照无人做啊，唔是吗？吼、哦，够我都开杠，够我都照够人啊。后、哦、来那另外呢，诶、欸，我们也看这个一个稍微轻松的新闻哈、哦，就是啊、呃，这个咱的啊撑杆跳高、哦、你知起码咱的撑杆跳高啊，全国纪录是。 五点三二公尺，哦。这是谢家汉在二零一三年所创下创下的。但是张啊，屏东大学的好手黄正奇、哦、啊，在啊这个田全国田径公开赛，他竟然啊打破了全国纪录，刷新本来五公尺三2现在五公尺三五，好，而且取得杭州亚运跟四大运的资格。 门票拿到了，恭喜啊，了不起！已经九年了哈、哦。另外呢，咱啊、呃，这个杨俊汉短跑好手一呀，长一百公尺，跑出今年最好的成绩十秒一七、哦，哦，马卡恭喜哈！诶，我们接近十秒，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哈、哦。另外呢，啊、呃，看到奥塔尼啊，大谷祥平啊，昨天确定跟。 天使队谈妥明年的年薪，啊、哦，今年二零二二年，年年薪是五百五十万美金，每年是三千万美金，好、哦，这边调薪调差不多两千五百万美金惊死人。诶、欸，一年那安利一队收入是九亿六千万呐，九亿六千万呐，啊，6, 啊哦、那有这个薪给不？当然嘛有，我为什么？ 因为一连续两年获颁球队的年度 MVP 啊、哦，也就是说，天使队以及最有价值球员啊、哦，也是最佳投手，他拿到了两项大奖，实至名归了哈。那日本选手在美国和、哦、大联盟过去新水熊关的，是达比小友，哦，这个两千五百万美金的年薪，哈，那所以哦，塔尼。 这个大谷祥平又刷新了日本人的记录了、哦。以今嘛哈，诶，投手已经拿到了十五胜，然后诶，三十四支全垒打，九十四个啊、呃、打点，哦，那不得了啊！这个二刀流，哈、哦，诶，让左右开弓，这全世界啊绝无仅有。以今嘛都是他们甲级啊，洋基队的甲级在拼这个美国联盟的。 MVP 的、哦、最有价值球员、哦、好，那诶、欸，另外呢，咱看一个哈、哦，就是啊、呃，拉这个拉脱维亚我去过哈、哦，它啊、呃，首都叫里加。那拉拉脱维亚诶，欸、長啊，这里、個、过会打算哈、哦。结果现任总理哈、哦、还是赢赢，那所以他呢继续啊、呃，这个现在的路线，现在的路线就是什么？ 就是力挺乌克兰路线，好，领瓜，好，这个捷克啊，啊也改选参议院，结果现任总理啊，这个是挺台湾的现任总理，也是啊大获全胜，好，领瓜曾经来台湾访问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他也顺利连任，啊，恭喜恭喜恭喜，好，那呃，另外呢？ 我们看哈、啊，这个美国跟日本啊的，还有澳洲的国防部长，那么昨天他们在夏威夷开会，好、哦，那达成一个啊、呃、这个共识，就是三方要合作来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三个人呢、啊、同时啊发表声明说，中国在台海的挑衅。 霸凌、跋扈的行径，他们表达关切，同同时重申，好、哦、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或行动，好、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非常重要。好、哦，所以这格兰公啊，所以就格兰公啊，迄、呃、天我访问蓬培奥，啊、哦，蓬培奥讲说，诶、呃，台湾可以做啊、呃、防卫，好、哦。 然后美国会帮忙，该给武器、该给情报都给，但是不止这样，好、哦，澳洲、日本啊、呃，这个这些盟邦好、哦、都要进来。那现在证实，哈、哦，证实。那沙锅为京啊，这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才见过面，但是美国要求三个月后再见面啊。这、哦、标题上标题，我想就是非常重视了哈。哦 那么啊、呃，另外呢，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诺，好、哦，要访问日本跟南韩，哦，要跟他们军事官员举行会谈，好、哦，所以我想这样、啊、对台湾来讲，拢啊，非常的重要，哈、哦。好，诶、欸，讲起来哈、哦，全世界股票拢陆加投投投，三亿投两就会，哈、哦。那么，彭博报道说。 过去九个月，哈、哦，包括啊、呃，这个美国的公债，因为美国公债一般来讲被认为很安全嘛，哈、哦，还有啊、呃，这个全世界的股市，还有全世界的债券市场，总共啊，因为跌嘛，蒸发了、消失了，一千一百四十三兆的台币，一一四三，创下有史以来的记录。那 啊，为、呃、什么我要报这个新闻呢？我来报这个新闻，就是讲真济人咧，台湾的股市往受伤了吼，咱、哦、讲起来吼，即、哦这个即、这个盘除非你放空，啊若无诶，即、呃这个盘你若做多，还是讲股票而且无卖，拢受伤惨淡吼。我想要上这三成嘛，上这两成吼。那可是你刚我刚刚给大家看，全球股灰师也蒸发了一千一百四十三兆。那换句话说。 过较老诶人都容易丢丢所以你呢是丢伤啊。虽然诶、呃、这个很很伤心啦、啊、哈、哦，不过总是看开一点哈、哦。那呃有一天呢、啊，经济还是会好转的、啊、哈、哦。那这里、个、啊，期、呃、去啊，因尽管会有寄出了两个限空令哈，诶、哦呃，这个跌幅大概会有一点缩小、哦、那我看慢慢国安基金已经要好盘了哈。哦 因为总是被双击啊嘛，那么呃，有一管观察指标了吼，譬如讲国际的景气，咱来看，第二美金，哦，第三美国股市是不是止跌，哦，第四要看迄个量，哦，你像那今天那些量已经够啊嘛，哦，有一讲够个作势，安、啊、能表示啥？表示差不多啊，哦，会使啊这个可以进场了。 好，那另外呢啊，有一个新闻是安尼吼，诶、欸，讲啊，这个啊，台湾钓钓鱼啊哈，台湾钓鱼，钓鱼产业的这个协会哈，诶、啊，讲、欸、啊，这历史事有咧欢迎啦、啊、哈，讲因今嘛吼，找无工人啦、啊，吼、啊，今嘛水产加工缺工很严重啦，好，啊。 缺工越严重，因讲因一个月吼四万块拢找无人啦，吼找无人，啊伊希望政府会当啥？希望政府会当啊，比照其他的行业，吼、哦，诶、欸，互即个雇佣外外籍义工从一层五调高到两层五啦，吼、哦，来疏解这个缺工的问题，伊讲欠工欠噶要死啊，吼、哦。 那、啊、你讲机关景气不好，这一股都四板科那没人要做，就是没人要做啊，都、就是吹波啊、哦，所以我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啊，人家在喊说什么景气不好，奇怪呢那、啊、就四板科嘛，是、啊、要没人要做嘛、啊，是吹波人啊，好，这个啊给大家看，就台湾景气还是不差了，吼、哦。刚想打开收听，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